这个需要帮忙，我觉得。他快挡到没体力，他光用挡的就，为什么他挡一次要三十？挡的人这么吃亏哦、喔？对啊，我的聘多少？129，我那时候收集这数据只有70而已，所以每次进来那个聘都不太一样，而且越来越高。原本是故意想说围巾不要围好了，把它弄得很像间谍那样。我这个裤子可以分辨我的那个哪一方而已，知道？然后后来想说这样好像会被很多新手打死。这个只要围殴的时候有一个人防御住他的攻击就好了。对，有一个人防御住他的攻击就好了。有一个人防御住，阻断他的攻击就可以了。真的，你一直后退，真的是会让他造成一个他的优势。他只要一直这样追着你，你看他速度多快，他就这样一直绕着你转就好了。你后退，你一直被他打的。你防御之后，他可以打到你的手臂那边。很懂了。你灵敏度很低，一直往后退的那个是最危险的。你很低，然后他已经绕到你背后了，你转不过去。而且如果你是第一人称。他如果像刚刚那样这样一直用奔跑模式，然后这样一直砍你，对，很危险的。这种打脚，这个防御二而已。这个没砍到，怎么可能？刚刚那一刀没砍到，怎么可能？哇，这样他回血。对，这个脚没防御的，专门打脚没防御的。这是我刚刚的战利品。然后这把剑是我的。没有，我改装一下这一只哦。原本我这个是带两个火的，那我就原本是一甲一甲，这两个都是一。那把一个火弹拿掉之后，把它提升为二，这样，因为我还是会去前线作战嘛。敌人哦，刚，我刚以为那个讲说为什么那个人出来他要烧自己的，没有看清楚，聘太高了，高聘，然后这打一打有一点那种掉风包的那种感觉。这是我判定的。哦，爆头呢？其实他们蛮强的，就是应该是地图劣势，真的。红色这一方只要被包到那边，基本上要赢30打30很难。没有一个突破口，你可以执行战术从后面绕背，然后偷偷来，然后占领这边这样子，让我们没办法从这边重生之类的。但是人很多，一包围起来，你偷偷跑，我们都看得到这样。就330，我在想说要不要330，不要穿裤子直接330这样，因为说实在的，你没有裤子，你穿一等的裤子跟没有裤子一样，有一些武器很 OP 的，或是一些攻击几乎快全满，靠你一下，你也是再见。我们现在是红色这一方哦，我靠，他靠死人了。然后保护他，保护他。刚这个人有明显的意图，是怕骑兵绕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还有一只。
哦，你近距离爆头、哦、这个。好，你们队友有在盯，那就不能这样子了。我再砍一次马看看呢。先把防线架好，这样子。你盾牌按防御还可以挡得住，就是直接爆掉而已。我记得是这样。死了死了死了，他是拿矛没有错。其实如果我们弩炮很强的话，你在那边的你很准的，直接秒，真的马根本就骑不进来。为什么要死？哦，他被刺死。兄弟，哎、就这样一直让我戳，真的超爽的，真的。哦耶！这个需要帮忙，我觉得。他快挡到没体力，他光用挡的就，为什么要挡一次要三十？挡的人这么吃亏哦、喔，对啊，还是我就是他的那个体力怎么跳那么快、啊，那个超扯的，我还被他被戳死，RIP， 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这个英文怎么念，我一直不太晓得，好，就是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